世子。红儿姑娘近日竟主动来陪我寒十一，真是本世子的荣幸啊。世子说笑了。大哥，壮士，啊，好汉，你不要伤人啊，有事儿好商量啊。你是定国公世子韩十一？哎，是，正是在下。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，你把他放了，改结识我。我是定国公世子，你带着我出城，断然没有人敢拦着你。站住！韩十一，你还是那么狂妄。你见过小爷我？你说的倒也是条活路，定国公韩家举国皆知，劫持你，或许我真的可以逃出城去。你过来。放开他，我保你活命，安全出城。他什么都告诉我了，你就是一点没。不过你也不用难受，也不用不开心，反正面对喜欢的人吧，谁能保守得住秘密啊，你说对吧？原来我一直喜欢的人是你啊。喜欢我。